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。今集呢想和大家一起去参观一个博物馆，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新马路和比山耶街交界的德城岸。德城岸呢就是建于1917年，自1993年结业之后呢，物业就一直丢空了。到了2000年呢，业主就想将它出售和将它改建，政府呢就主动和业主接洽協定呢，政府出資140万去進行修葺。咁修葺成而家呢個模樣之後呢，政府就利用咗當樓嘅底層及貨樓作為典當業展示館。展示館呢就喺2003年嘅3月21日就正式開放。咁講咗少少關於德城岸嘅背景資料之後呢，我哋就一齊入去參觀一下啦。對於我來說呢都是幾陌生的，又覺得幾得意喎。入到嚟呢可以睇到背後嘅格局呢係咁樣嘅。這些是否叫做石磨樓級呢？牆上面呢有個覆鼠吊金錢的牌匾。下低呢還有個壇罐。咁睇完當樓嘅部分呢，我哋就再去睇下貨樓嘅部分啦。見到呢啲鐵閘咧，以前唔知係咪真係有嘅咧？望落咧，好似監倉咁啊！咁鐵閘裡面呢有好多呢啲舊夾萬。而另外一邊呢就有好多呢啲木櫃。
上樓級咧，上去睇下啦。大聲咗少少，因為咧我右手揸住部機，左手咧就扶住埲牆，一步一步咁行，只係望住個鏡頭，冇乜安全感之下咧，就行得大聲咗啲。上到嚟呢一層咧，好似一個閣樓咁樣，見到咧都係一啲貨架嚟嘅。咁再上呢條樓梯咧，就冇再行啦，因為咧上面嗰層係封住咗，行唔到嘅。呢啲咧係以前嗰啲當票啊。再影下個櫃台先，見到個日曆係1967年，我都唔知自己係邊個世界。咁提提大家啦，展示館呢度嘅開放時間咧就係朝早10:30至到7:00，咁每個月嘅第一個星期一咧就係休息嘅。咁今集咧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